水晶，或许。
我自愿献上。什么？请让我回到半个小时。等，不能反悔。是你哥哥的，我们当然赢了。真的吗？是。我被爸爸抓到后，哥。山姆在外面。后来呢？李斯特最后只来得及。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就像梦一样，我告诉警察。你有去找过格温尼斯吗？我没有找到。后来，这并不是一场梦。那我就不打搅你了，多列女士。